今天是2月26号啊。Joseph Juran 啊，他是1904年12月24号诞生的，那活了104岁啊，在2008年2月28号过世啊，所以说是长寿。我跟他没有亲自见过面，不过我们在这个法国代明协会的这个理事长，就是前理事长啊，就是Jean-Marie Gogue 啊，他在欧洲的时候啊，跟那个Juran啊有过程。那Juran有一个很大的成就，就是从1951年左右啊，就编了一个，它叫做 Quality Control Handbook。那这个是第3版，这个是第4，这个是第5，这个是第4版，这个是第5版啊。那我这个第5版的时候，我好像买了30本还是几本，在台湾就卖的哈。那这个第4版的地方有一篇啊，是这个有一篇是法国的品管，就是我们那个让这个 Murray 那个先生，那他我今天过年的时候就请他在法国这个谈一段这个Juran，因为他跟Juran也说都是非常好的朋友。那他是说Juran是一个很好的这个 speaker， 他会公共演讲，非常的精彩啊。那这个他在欧洲的发表了2次的重要的品管方面的演讲。那其中有一次的话，1978年的，就是说我把它翻译出来，就是为西方的产品品质把握跟开放。这是第2次 J. M. Juran 的先生里面，他在1990年出一本书，叫做《品质界的5个武士》。那其中里面呢，就在讲这个Juran。那我们这个录影带的前面的话，会请那个把它这个插进去。Dr. Juran and Dr. Deming have the same importance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management in South Pacific. Okay, they have the same importance. Deming is a great mathematician. Juran, Dr. Juran, is a great speaker, and both are followers of Shewhart. Shewhart is the basis, the foundations of modern management. See.那我跟Juran啊，这开始的时候就是80年代初的时候，当然他是大师，就翻译他的这些东西弄哈。他有一本书啊，叫做《Managerial Breakthrough》。那这是1964年出版的。我在1994年的时候有一个30年纪念版，增加了一个章节，就是 Quality Planning， 所以变成3部曲完成：品质的控制、品质的改善、品质的这个企划。3部曲就这样啊完成。那这个3部曲是它的注册商标。我那时候96年的时候就把这本书翻译出来，也把它再增加了一些东西，就把它出版啊。那这个大概在台湾卖了大概3000本。那我对Juran的话，就是说写这本书，我个人是觉得是非常精彩的。那这本书里面有一个他最重要的一个发明，就是所谓的翻译成叫关键的少数跟琐碎的多数 ，Pareto distribution， 就是 vital few 跟 trivial many， 他把它变成这个可以运作的，对，这是他很大的贡献。那这本书里面啊，其实他的策略就是说，管理学界里面的话，有碰到那个关键性的少数的话，你要有不同的管理系列；你碰到琐碎的多数的话，你要怎么来处理也是另外一条不同的这个东西。那这个就像戴明的那个特殊因的改善方式跟那个共同因的改善方式有点类似的。可是这本书里面光是那个 chapter 第5章还是多少哈，那个举的例子就很精彩，就是各地方都有这个管理学界，不管是在存货啦，在什么会计部啦，什么东西都有它这个 Pareto distribution 的这个应用。所以我想我个人是认为这本书在1964年的话，是最优秀的管理学书一的，因为我把它翻译出来哈。其实这本书是它的精华的东西的哈，是它精华的东西。那它都一直跟那个美国管理协会啊，就是 American 这个 management 的也合作。那他在1978年左右自己这个成立一个顾问公司，然后投资弄一个品质改善的录影带，大概12剪，忘掉了8剪还是12剪哈、哦。结果他说他自己回忆录里面讲说，他那个品质改善的录影带啊，他赚了大概300万或者500万美金，赚很多钱。简单。就我这次过年的时候，我再去查一下 YouTube， 我吓一跳。 因为所有的那一套的录影带，全部都放在网络上，这些都可以看。那以前的话，我是在那个摩托罗拉的德州厂哈、啊、看到的，那是公司都花很多钱去买这套录影带啊，什么东西哈、啊。可是我想，蒟蒻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啊，他做的顾问，他做的这个录影带什么，他赚了很多钱以后啊，他就成立一个基金会。那这个基金会啊，就做一些这个文明有关的善事，所以说他在那个美国品质协会啊，跟那个里面有出一本，就是各个全世界里面各个重要的民主里面的早期的，他们怎么样从事品质的这个活动。中国的是只有写古中国的东西。那本书的话，那个钟老师在那个钟庭昌老师在当那个会长的时候，好像有印，台北的品管协会有印。 北京也有印啊，就是那中国古文明里面的这个品质活动的哈，那是中国人写的。蒟蒻在7、8岁的时候，从罗马尼亚到那个美国哈，家里很穷，所以他做过很多擦鞋匠啊，什么松豹啊，什么他都做过，很穷。啊，可是他说他很聪明，很喜欢下棋，他就比一般人来讲就是提早两年大学毕业。 那他就到 AT&T 的后商厂去做那个品管方面检查的，然后升到检察总长，就是最高的，就是意气风发。那还有一本啊，就是说品管方面的东西 ，AT&T 有一本这个 quality control 啊，后来90年代的时候 ，AT&T 都是拍一张照片，就是所有的人员工那拿着一本书，那一本书的原稿是这个蒟蒻写的。那这个后商厂是一个很特殊的讲，他说。 在那个平常的时候，最高的时候有那个工厂里面有4万个员工，可是，在1929年的时候，这个不景气的时候，就裁到不到1万个人，然后他就不大喜欢到这个地方，就发现他已经没办法再回到后商厂了。那后来他就解禁出来，当顾问。大战当中啊，2次世界大战里面就去做的政府的服务哈、啊，那就短暂的在纽约大学里面做行政工程，就是工业工程的这个系主任啊，当了4年。他在那边的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说在纽约大学里面，就是每一年都会做一个 business round table meeting。当时把他创立就那个企业界的人过来，那特别的跟他等于说20个礼拜的训练课程，1个学期的。 啊，很特别的东西啊！他说，他做了4、5年里面，其中有1、2年关于管理的话，他就请 Peter Drucker。所以 Peter Drucker 里面每次讲到对这个日本的品管的贡献里面呢，他一定是 Dr. Deming 跟蒟蒻一起讲。今天早上，钟庭昌老师也讲过这个。 Deming 在1947年就到日本了，哈、啊，1950年又去日本就大量讲学，那开始50年、51年就开始设计代名讲，哈、啊，很有名。可是蒟蒻在他的回忆录里面呢、啊，非常的不平，啊，因为说世人都把那个日本品管的这个重要的工程只是 Deming， 他说真正工程是我啊。 他就1954年的时候，他1954年就去那个上那个东京讲学啊，听说很畅销啊，因为他讲的是 quality management， 他说他很畅销。他说那个日本科技联盟有一个代名奖，还有一个叫做国家奖啊，就你碰 quality 那个东西。他说这个你碰 quality 那个东西本来是蒟蒻奖啊，这搞到最后日本不敢说在 Deming 里面有一个蒟蒻奖，这个是他写在回忆录啊，他做人很慷慨。 他说他第一次去日本去讲解的时候带的那个美国的投影机器，就日本人说哇这什么东西呀、啊？日本人没有看过，第一次看到投影机呀、啊。九段说送给你，他很慷慨，所以他晚年的时候成立了九段基金，把那个顾问公司的股份卖给员工，就很便宜的卖掉，那就结晶就到那个养老院去。主任先生在90几岁，1996年、98年左右，他退隐了，他不跟那个接触了，那他就决心出一本这个他的回忆录，叫做《品质的建筑师》，我出来啊，那我们台湾的马国义也有把它翻译，也出版了。前面的地方啊，在94年的时候啊，就已经有请那个将Batman 跟一个女士啊。写了他的行仪，那这个大概是美国的公共电视里面跟他写的，就是《Batman》。他也最后也把他的这一篇在扩充，也变成一本书，就是说有影响力的一个大师，然后就在写九段。那他说他去访问那个养老院，去访问九段的时候，九段对他很有敌意，因为他发现他自己要写回忆录嘛，就有人要帮他写传记，哇，我们两个是竞争对手啊，这个是相当有意思。但是在日本科学界嘛，話題更大，但係我聽嘅。對對。而家安排叫佢，然後你哋過去都唔係安排。哦哦。啊，所以是偉大什麼所在呢？這個人大事，不但是日本的 QC 之父，以推廣的推廣前 TQC， 這個 QCC， 這個一開始推向 CWQC， 對對對。康巴利外的國際監督。對對對。一個推，這就一種。啊，個在一個就是。이 축구의 공축구진 유명, 그래서 빈관 수의 교육, 종의 교육, 사실 수반 직공. 那他在这个欧洲里面啊，跟欧洲讲说啊，你们西方的国家品管都不如日本啊，日本很强很强，为什么强呢？它是有三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就是不断的大规模的教育训练。 那这个就是中青山老师早上讲说，伊西卡瓦讲说品质始于教育，啊，忠于教育，所以他这个就是，那这是吉兰的第三点。那吉兰的第一点就是说，日本的那个 top management 高阶的主管是可以亲自引爆的。那西方的国家就是比较 professional， 就是没有引爆到脱离这个方面，所以他说日本的这个高阶主管是亲自的可以去领导品质的这个事情。 那第二点就是他的书本的精华。他说日本的所以会这么好的话，是因为他不断的 project by project improvement。那这个就像我们的 QC circle 啊，做一个 project 改善的 project， 或者是他这本书里面讲的一个 project by project improvement， 就是这样一直不断改善。那累积下来的话，几十年的话不得了、啊。哦，所以这是九段的三点，就是说领导跟这个。 每一个专案的改善，跟那个大量的教育训练，哈，这是九段的认为这个日本的这个相当最好的东西。他到100多岁的时候啊，那有一个有名的统计学家去养老院看他，那统计学家他就告统计学家，你现在做什么 project？ 好，你要人都要有 project 的做啊，才可以活得很充实啊。他说我现在的 project 就是在写回忆录。 他就是跟人家讲说，任何人，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里面都要最好要找一个 project 一直来做，然后把它做完。他的这个 handbook 差不多平均每11年到13年哦，就会有一个新的版本。那这个过程当中，这就是一个他很大的 project。所以我想，九段的最大的成就啊，把品管把品质这个东西变成是一个那个跟日常生活有关的。 所以他在60年代的时候就提出来，就是说，这个品质就像那个堤防一样，啊，这个堤防现在如果断电的话，台电的品质差，断电的话，每一个人都停摆了，大家都电脑啊，这个手机啊什么，很多东西都停摆。他也强调说，21世纪是品质的世纪，啊，他一直坚决的，啊，就是说人家都会重视这个品质，所以他是 Mr. Quality， 所以他的成就的话，就是说，哎，编的这个。 5、6本 quality handbook， 那这个听说是我听那个法国的那个代理协会的理事长讲啊，稿费很高啊。这本书啊，这个影响蛮大的。其实我个人认为这本书应该也有影响的Dr. Deming。我把后续写的6、7篇的关于几个方面的东西都放在那《新经济学》的那个 blog 里面哈。What is it that J. Juran contributed to Japan? Let me see. He contributed probably more than any specific practice. The realization that manufacturing is a process and has to be organized and managed as a process. And secondly, that it has to be managed from the bottom up and not just from the top down.